宜兰县各中小学女教师900多位，为了加强活动，发挥研究精神和联系女教师们的感情，促进团结，组成了宜兰县的女教师进修会。今天在省立南阳女中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，由南阳女中校长吴学琼主持，县长陈俊峰和县长部主任委员邓树天都曾经练习指导。会中通过了组织章程和进修研究等案，并且推选了14位常务委员，由吴学琼校长担任主任委员。女教师进修会，并且通过今后活动内容。